看看最近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百万的难民潮，这样逃难是徒步啦，要逃离他们的国家，要越过啦他的国家的邻国去，实在是很不容易，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他们呢人潮这样的涌进呐，逃难很辛苦啊。人间也有爱，离开那样的边界啦，2000公里的，他们在新闻了解。The pictures of the war, you know, I was so refined, but what's happened? And when I see people waiting, you know, on the border of so many countries because they wanted to go, I thought I could use my camping car, you know, to go here, because I have a house with Airbnb normally, but I stop immediately.And the renting, I erase all the renting, and I say if they want to come, well, like that they can sleep, and they have a full house, big house. 他开了车到了边境啊，2000公里，要去接跟他不认识是逃难人，他愿意没有租金的。不说租金，那一份爱要去接跟他有缘人，可以呢来住到他的房屋里，这是很不简单，这就是有心的爱。但是也是想这么遥远，他尽这一份心，能供应的难民潮啦，只是少数的几个人。不过呢，这一念心也很令人感动。真正让人真感动。假如更多更多人都同样这一念心，那就会有更多人呢接受到了安稳、安身心的地方。Thousands of people actually supporting, like, and they say they have like a saying in the paper in Ukrainian, in English, in Russian. Amazing. I just felt that I have to give back. Borscht sales will be donated to help the Ukrainian humanitarian relief aid. 想到了那一曲。逃难者难民啊，苦啊，真的是何处是儿家，遐个囡仔，遐个老人，遐个大人，到底他们一家人前途茫茫，何处是家，实在是苦，真不甘呐！昨天你看到我们的宗教主熊父跟我们的原子行长也来提起这一张地图，啊，要从这里要逃到哪里去？问慈济人啊，这一张地图上呢，慈济人有吗？这个国家有几个啊？真正的认真来寻觅慈济人，哪一个国家有慈济人，才发现到少啊！
这么大块的，这么多的国家，尽管如何来找关系啦，找有缘人啦，都还是呢很少。心里都在想着，假如呢这样的普遍呐，地球上都有更多的瓷器人那样的。互相照顾，彼此关怀，爱的能量更扩大，结有情人更多，那不就是呢？天下平安，温馨。看看徽州，我们一群慈济人，他们已经接触佛法，看到人间苦，他就会愿意去帮助。这就是佛法入心呐、啊，这叫做虔诚。他是真诚的心来接受这样的法，所以呢，他所见闻。可以付出，这就是行菩萨道。菩萨道离我们不远，在我们的脚底下，在我们一念的方向，只要我们发一念心，这个方向正确，你举足动手无不都是好事。这么简单、啊、就可以呢让我们的范围开始呢拓开，让他爱普遍、啊、让他情拉得更长。这不困难啊，从一个两个就变成了群众，让他们穿上了背心，这都是呢可以做到。动了一个心念，发心了，用力量了，时间成就就可以帮助人。所以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人可以帮助人。菩萨，这就是和平的世界，这就是祥和的人间，这不就是人生的幸福吗？这跟那个开头我在说的，在乌克兰、俄罗斯那样的战争边界，他们在逃难的人生多苦啊！那一群逃难的人心灵的惊慌，他所牵的手抱的孩子，这一家人啊，何去何从？能全家平安吗？能找到了安稳处吗？实在是未知数啊！何处是安稳的家园？啊，前途茫茫。各位菩萨，我们真正的要提起怜悯之心，用爱心，我们无法到那里去帮助他们，我们用虔诚的心来为他们祈祷。要虔诚，那就是付出爱，爱点滴的爱啦，养成了我们的发心力愿。
启发了爱呢，这就是功德。所以呢，他们的受苦难启发了更多人的爱心，可以呢，这一股爱的善的气啦，会当在人间升高起来，那就是可以众生减轻啦，迄个恶的沉重的往下沉的迄个业力，可以呢提升浮上啦，很祥和的那一份人间的祥瑞。